陈赫后，他也开启火锅店，名字确实亮点。网友是凤凰开的店，现在明星都已经开始做起了自己的副业，都开始自己做起了老板。比如陈赫就开了自己的火锅店，生意也是特别的好，还开了很多的分店，非常的受欢迎，价格也是很亲民，也是非常的良心了。孟非也开过饭馆，店的名字叫做孟非的小面，主要是卖的重庆小面。刚开始的时候生意也是非常的火了，不过后来慢慢的也就没什么人去光顾了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面不好吃，而且价格还特别的贵，现在也是几乎没人去光顾了。现在又有一个明星也开始了自己的副业，在自己的家乡石家庄也是开启了一家火锅店。邓伦近段时间也是非常火的，主演的电视剧也是收获了不少的小迷妹，演戏也是越来越好了，现在应该是有了点小钱，也是想做自己的副业。邓伦本身自己就是非常喜欢火锅的，开火锅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喜欢吃吧。